这个天然茴香真的，哇，这鱼好肥啊，吃的啥呀？哇，你好大只啊你！它是锦鲤中的华少。哎哎哎哎哎！很大只。我刚刚都没有说肥哦，我都说很大只而已。我说的肥。哇！哦，我刚听声音就觉得有瀑布了。哦。这是啥？这个砸年糕的。对。砸糯米的。这些都是石器，它可能是摆在这里告诉大家，这里的人过去用的更多是像这种石磨。 这样的石的这个锤，然后包括这个当地的石文化，不断的采石用在农业生产当中。岩洞音乐厅。啊哈哈。 是一家人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一家人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叫华少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们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妹妹，你好。你好。姐姐好，姐姐好。哇，女主角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好酷哦，很少看到女孩弹贝斯的。弹贝斯的本来就酷，女贝斯更酷。哇。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啊，就温岭当地其实是非常重视素质教育的。 学校里都会给大家训练乐器，而且有的还不止一两门乐器呢。所以温岭也是被全国命名的素质教育的示范城市。嗯，他们不仅在乎孩子们的学习成绩，更希望孩子们可以在多样的文化的选择当中可以去成长，可以去感受音乐，感受素质的魅力。是是是是。让孩子放下只有功课、只有成绩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，而且也把一些大家固有的一些思维抛开。很多人觉得。 就是脱离大城市，是不是大部分的人的思维会传统？好像我们只重课业，但其实我们来到这边，我们感受到更多文化，还有艺术的底蕴。对对，嗯，你几年级啊，妹妹？五年级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你还会别的乐器吗？大提琴。你还会大提琴啊？哇！你呢？是扬琴和非洲鼓。哇，扬琴和非洲鼓。 我有琵琶和非洲鼓，都是中西合璧，好棒哦！你们长大了肯定都是社交牛人，都是玩 fusion 的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小白哥哥乐器方面非常厉害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请小白哥哥大家一起玩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这样，那个我应该怎么称呼啊？阿姨。姐姐。啊，姐姐。姐姐，快说话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姐姐。然后我们就一起加入你们玩一玩这首歌，还是这首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一二三四。 我们后面有一个呀，满头是白发，他整天嘻嘻又哈哈，和谐。
好开心哦！哇哦，你们一家人经常这样玩吗？哇，你们一家真的太嗨了！我真的能一家人一起玩音乐，最开心的事，天伦之乐，真的。我们家里去年评评为全国最美家庭。哇！2021年，张宝祥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。这个家庭的艺术氛围感由祖孙三代合力打造。他们不但擅长各类乐器，还共同创作曲艺作品，参与文艺宣传下乡演出。全家人在书法、绘画、根雕艺术等其他艺术形式上也有所成就。张宝祥一家也是温岭美育工作的一个缩影。这里的一些学校每天会有2节艺术课程，作为和其他科目并存的固定学科，政府不仅会保障这些艺术课程不被挤占挪用，还会搭建平台展示学生的艺术才能。这座城市对于素质教育的重视，使得艺术的种子在每个温岭人的生活中生根发芽。他们呢都比较喜欢乐器，也喜欢画画，也会画画，都是原来都是教师。哦，那您年轻的时候是什么职业啊？我教师，也是老师。哦，难怪您看您的第三代都这么棒。那你将来要做什么？科学家，也就长生不老仙丹。长生不老仙丹，好。哇，是不是想给爷爷？你快点长大，我也要一颗。到时候也给我弄一颗，好不好？我们三个先一人一颗。我们先排队。但是外公一定是最小的那颗。哇。那你长大要干什么？画家。您现在最喜欢谁的作品？我爸爸的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老爸听到这句话，这甜的成就感啊，真的。家人是最好的榜样，祝你成功。谢谢谢谢。大侄女，大侄女，您要成为什么？将来考清华北大。考清华北大哦，那考完清华北大想往哪个方向发展呢？老师。当老师。哎呦，这个爷爷开心了。受影响。谢谢你们啊，打扰了，谢谢谢谢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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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药给我呀，好啊好啊，把药给我，太可爱了。最美家庭的艺术氛围与欢笑治愈，使我们深切体会到温岭人因海而生的浪漫情怀。在这座虽由人作晚自天开的石洞中，地质纹理造就的天然变化，自然岩壁打造的听觉盛宴，先人们的勤劳与智慧，让我们感受到因采石而磨砺出的坚韧不拔，这是属于温岭人的山魂海魄。